朱慧敏眼湿湿扁 Eddie 做朋友啊！未婚夫被人影到夜会场退女的朱慧敏被走完美国散心之后，寻晚现身活动嗰阵就直认同 Eddie 的关系已经有所改变啦，唔系情侣咯。其实关系都良好嘅，咁只系嗰个关系有啲转变咯，知己咯，我想咁样答咯，系啊，同埋好好嘅朋友，好好嘅生意伙伴咯。但是 Eddie 前几日出嚟嗰阵就话会重新追求你，点啊？佢系咪攻势如虹先？我哋有联络嘅，但我哋嘅联络系多数都系工作咯。如果我日日嘅生活都系俾工作点样讲啊，填满咁样，我嘅心情同埋日子会好过啲。朱慧敏仲话 Eddie 人品好，一直都好就佢，又感谢呢件事可以重新了解对方，话问题一早就喺筹备婚礼嗰阵出现咗啦喎。可能我第一次回应嘅时候，当时个情况比较混乱，咁我又表达得唔清楚，可能接收上面又即系有啲误会，即系我系嬲，点解成日出去，即系夜晚去应酬好，饮完酒又好咁样，跟住就即系。送女仔翻屋企就俾人影到相，我系会好猛憎呢样嘢。但系你问我佢有冇出轨嘅话，我系好肯定，即系佢嘅人个质唔系一个咁嘅人嚟嘅。即系我呢一样嘢，我系好信佢嘅。